兩年你去過邊度？做過啲乜嘢？嗯？咩啊？扮我？你心口點解有五粒蓮子羹？你仲有排坐，我唔怕你哋唔肯讲。今朝早我哋帮你收咗封信，信入边有张相。过嚟睇下。你以为我是福头啊？今天我要你见识下我的厉害。等我看看堆冧傻龙和山猫的人有几大本事。咁忍得痛，你是不是受过训练的杀手？快攻！Lik Wong，你是不是特务或者刑警？如果你有特殊任务，我可以帮你。我曾经安排过一次意外，杀了一个有间谍嫌疑的反批。四眼仔，一系唔开口，开口就及着你。你信唔信我怼冧你啦？或者对付你条女，生得几靓，等我的佢翻嚟，将佢剥光猪。看你我不还手，你都不肯罢休。你不要立乱来啊！现在所长不在，我就是阿一。如果你喐我，你自己请收尸啊！私事你最好少理，只要用拳风都可以打伤人，他到底是什么妖怪？